你敢惹我？小老弟，敢惹你刚哥，骗你的一技能，骗了就往前压。秀威，我不吃亏。 交了，你升二级就没用了呀！芒特里吉玛，杰森，布拉。 我叫闪为什么用啊？这武器对线已经有点小崩了。 我操！老子炮都被他脏了，没什么办法，这种情况只能把线控着。 今天没喝咖啡，战斗力不是很高呀。 归你我了。打武器也带无灭，打武器真不贼不好打。无灭亚索。 这武器好稳啊，就补了13刀的，我的亚皮。他不往左边扭啊，这个人走的好好。 人走位真好，这武器玩的不孬啊，有点难玩的。 有骸骨的我应该不会轻易的狗带。
不能帮我呀？我有点不太适应。有点莫名其妙的，有点。大伙怎么抢着来上路啊？我都有点不过对线了，来这么多次。只要我今天第一把玩的去的不是很好，中野他妈抢着来上路，有点邪门了，有点。有必要这样帮上吗？怎么这么抽象啊？这样帮上？太他妈抽象了！双 buff 了。太会扭了，这武器用不住他。真邪门的走位，为了躲技能有点不择手段了，我发现。有点核心的呀，这虚弱时的有点邪门。这武器为了躲我技能有点不择手段了，他的走位就他妈的离谱啊。他的走位就他妈离谱，为什么一次都晕不住呀？我感觉我放的很好了。这分量全是老乡啊！我看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可能不是七，这个应该是六七个老乡，一把游戏 ，AD 还不知道是不是。老乡真多呀！这武器大师死的惨了，好事。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确诊前很尴尬。牙齿带蒙面之握都能 打这么好吗？蒙面压缩，他妈的没有一个好的眼位，我不能 TP 呀 ，TP 不好用了。
他妈恶心啊，这个强度那么高呢。好高的强度呀，是不第一把状态不是很好，这把还得和队友一直在帮我，不然我没这么舒服呀。大师一百分的小号，但感觉不是大师一百分的，感觉已经有三四百分了，你觉得呢？我觉得有个三四百分现在应该很正常，得办兰博了，兄弟们，兰博不办我是上不了前分的。这个英雄巨克我，兰博这种巨克我，妞喽兄弟啊，没想到吧，你刚跟妞之大吉了。谢谢 DY 送的办卡。真好用啊。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학생증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有点无解啊，这人头 K 的还爽呢，K 子。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天才哥还在说，这武器战斗有点厉害，把亚索干死。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미친나이끼고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吃的好饱啊！吃的好饱，饱了就你妈你补了去。吃饱饱，沙弥水弥娜伤害这么高啊！这把的发育是巨肥呀！确实不用让经济，有我一个人吃经济就够了。我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啊！我又不浪，为什么要浪经济呢？只要不浪就没事。收粉了，收粉收粉。